看我新买的红点瞄准镜怎么样，放在我的副武器上是不是特别的帅气，嘎嘣脆的声音特别好听，效果也不错。自从我买了 P30 这把激光发射器，我一直想给它搭配一个红点，这个折叠红点呢是我选来选去最喜欢的一款，外形帅气咱就不说了，尤其是它的折叠的声音，我去太爽了。到我家之后才发现，除了镜子之外其他的配件都不可以用，没办法呀，只能重新买了个底座。这个镜子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，小巧玲珑。这个橡皮保护罩也是全方位的防护，真的是太精致了，一张多的价格真的太香了。机械的卡扣轻轻一按，效果这不就来了吗？这款折叠红点我记得在哪个游戏里边出现过呀，具体是哪个游戏呢我还忘了，总之呢就是非常的攒劲。来再听一下这个声音，真的是太过瘾了。这个尼龙的底座说实话呢看着不是很喜欢，没办法只有这一款。装完之后呢，我这把 P30 也算是满配了，这声音这声音还有这声音，是不是非常的过瘾，拿在手里重量感十足，外形呢也没得挑。由于我最近玩的比较多，现在呢已经成战损版了，不过我倒是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，其实侧面看着更帅一些，尤其是镜子上那个小 logo， 美学啊就这么简单。 OK， 放箱子里收藏了。